我们这边来介绍的是对数微分法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先介绍对数微分法的技巧在哪里啊？我们的话呢，首先要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，对数微分法是专门对付有指数情况之下的一个函数。那么我们的技巧就这样子：第一步，两边同时取对数。 两边同时取对数，这个地方的对数的话呢，当然不是我们常用对数，我们当然是要用自然对数 （natural log）。两边同时取，然后根据对数律里面的次方可以扔到前面去，再做整理，然后在第二步，两边同时为分就可以算出来了。同时一起为分。 好，那我们的话呢，来做个例子，让各位同学了解，就会比较清楚我们的题型是怎么样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。我们来做一个题目，是这样的：假设的话呢，有一个函数的话呢，叫做 y 等于 x 的 s 次方。那么我们问问什么呢？y prime 等于多少？那这个题目怎么做呢？那我首先我要告诉各位同学，如果这里是数字。 那么它就是一个指数函数。那么如果说它上面是一个数字，它就是一个多项式。如果两边的话都是变数，那它就什么都不是。什么都不是的话呢，可不可以微分呢？就不能够用我们原来所用的一切的一个方法，我们就要用对数微分法是最方便的，或者是指数微分法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要想要。 算出 y prime 是多少？首先，第一步，两边同时取对数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来解。两边同时取对数 n a t u r e l log l n y 是等于多少呢？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，是 l n x 的 x 次方。好，到这边为止的话呢，都还 OK，因为的话两边都取了 l n，没有什么问题。最重要的关键是 x 要丢到前面去。 于是的话呢，lny 是等于多少？x 乘上 natural log x。好，现在的话呢，这样子的话呢就好做了。我们要准备要写答案了，两边一起微分，一起微分。那么各位同学要注意的是，lny 的微分是什么？natural log 的话呢，如果 lnx 的微分大家要知道是 x 分之一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是 y 呢？ y 我们要视它为一个函数，一堆 x，所以的话，这边的话微分是 y 分之一乘上里面的微分，连锁率，各位同学的话呢要注意这件事情。右边的话呢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相乘的，相乘的微分怎么微？前面为。一，后面照抄，再加上。 前面不为 x，后面为分 x 分之一，然后我们的话呢就看一下 y 分之一乘上 y prime 是等于什么呢？是等于 n a t u r e l log x 再加上一，那么 y prime 是不是就算出来了？这是我们要问的。那么 y prime 是什么呢？y prime 就是。 直接乘过去，y 乘上 lnx 加上一。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，记得了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写，因为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，题目是 y 是 x 的 x 次方，我们的话呢要记得 x 的 x 次方。 算出了这个很困难的一个微分，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也可以试一试。这个上面的话呢，不是 x，这是三角函数，或者底下这是三角函数，我们都可以利用这个技巧来算。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，万一的话呢，这里的这个要被微分的这个函数是很多很复杂的次方的合在一起，那么我们的话也一样可以使用对数微分法将它拉开来，然后一个一个微分。 然后再恢复，那这个我们会放在习题里面，让各位同学的话呢来看。